都是上大分的人，不是直播间有些时候经常看我们直播来狙击的，万一排在我们这边不是躺着打就死了，对吧？你想想看，好吧，阁下也要把我当鱼上呀。玩个轻感应辅助，一级一我脸。有病我怕你吧，别扭了，敢不敢依我嘛？就算 A 嘛，我也得 A 死。不来了，我刀都不要了，硬 A。这个下路玩的不菜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现在看着感觉对面挺送的，只是他们把我们当成本地人来打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我这赢了，没这赢我死不了。Nice。 哎呦，妈，还不闪现给他鱼人砍？过来吧，后面还有。
么有蓝色的盾，还有白色的盾，还有什么盾？啊，各种盾都有。他那个白色的盾是怎么搞出来的？给我喊在上面，这打不过也没什么好丢人的呀，为什么会破防呢？没打过就没打过呗。看三，再看看三鬼，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中单吊打，打个白银，打个黄金，可能都打不过，还是搁那里笑嘻了。现在人脸皮真有这么厚？哎，你让他打一下，看看能破我这个盾，你让他打一下，能破呀、啊，你看。모르는 무게 얼마나 어떻게 해야 돼 huh?